我是绝对不会来。他干嘛呀？你看我从开车干嘛呢？警察说什么？一般都没有。对。我觉得一般咱们那个出租车司机哈，都特别了解哪儿会被拍，哎，哪儿就不会违章。干嘛呀？谁知道这孩子？你看多危险！这谁家？还得没看着。我就是该怎么开车怎么开车，比方说这个那个信息交法。嗯嗯。好像我感觉对我好像就一点作用不起。你觉不出他是史上最严交规是吗？没感觉到，多危险！正好被拍。他因为什么？放的那种，有感觉到。放网上。安全带一个。哎呀，多危险！嗯。那个过风。这两样东西让我感觉有点烦。嗯，反正其他的没有，你说闯红灯这些，哎哎，又让红绿灯又过去吧。路上的这些，没有觉得特别严是吧？对对对，没有。看来咱们都一样，这个遵守交通。不知道这孩子，你说这些。